每一个经历是会令到你成长的一部分。在投入一段感情之前，我要真的很了解那个人才一起。或者你觉得不啱的，原来可能又有机会是啱的，那随缘啦。可能你相处落又发觉是适合我呢，那不知道。小个真的有玩过的，有机会入行做歌手，我就真的开始很清晰自己想做些什么。不开心的情感是会发大过开心的情感。我又好不是真的那么有自信的人。我想我挺自卑，同呢個圈子好似好好唔夾咁樣。諗深一層，啲嘅性格唔係真係好適合做呢一行。其實我都知道，咁冇辦法啦，即係我真係好中意我做緊嘅嘢。佢會同我講一句説話、就是，就係即係無論發生咩事，媽咪會喺度嘅。我要好感激我老豆嘅，佢每一日就靜靜雞啦，接幾百蚊俾我。我哋係相依為命，遇到啲乜嘢困難，佢會自己一個人承受曬。辛苦在自己身上，但都要给最好的东西。那他只是会可能揽住我啊。我爸是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钱。无声胜有声，到我很快就会重拾自己的信心，就不想变成他的包袱，我想照顾他。多谢我爸爸妈妈，嫲嫲用他们由细个的支持一路行这十零年都会很难行。这一行不是很适合我，我想我都要走。我做些什么这样大家都好像不接受。我想有人认识我是一个演员。真的很喜欢唱歌和演戏，拍戏的时候我是想我是演员，是啦，但我唱歌的时候我就是歌手，但是原来很难分得那么开，所以我现在都是努力中去做这件事。我知道我的头上是什么，帽子，今天你明白吗？又不是一个苦的，只是一个经历，一个磨练。钟定国这个角色，如果放在十年前，一个120磅的小朋友，就算我怎么努力去演，怎么扮，其实都不会做到现在这个钟定国。当时20几岁就是可以演到喜爱夜蒲的角色，如果我不是有连思雅的过去，是好与不好都好，是成就今日的我。真的很好彩，啱啱在一个好的时机遇到他，那观众才喜欢。你不是经历了那些高低，我是未必可以演到方舒文这个角色。我不介意身体无得休息，但我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很迷茫。每一日都有工作，梦寐以求来的。即使有时忙到没得睡觉，但你回想回你就是等着这段没得睡觉的日子嘛。都会听到很多的攻击性的说话，这个是我一个成长过程。你第一次跌倒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会觉得很痛，但当你成日都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都是放心。讲那样东西和最后出来未必是一样东西，我想不要讲是最好。如果你真的想着跟那人交往的话，真的要用时间了解那人，而不是看报道。我很小时候永远就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觉得很孤独，所以我就想快点有家庭生活。搵钱能力就好，跟住生得多就要开心。我觉得小朋友一起大人有一点点夜晚饭可以大家一起很开心，一家人有乜开饭，我觉得是很温馨的一件事。我想那些很 sweet 的嘢，很多人觉得一个很闷，比较老土那些，未必个个都喜欢。人又话好靓啊，喺个沙滩用啲蜡烛砌嘅心，你好中意，每一年去同一笪地方影台张相，如果我哋可以维持到一段好长嘅关系，我哋将30年嘅合照拼翻埋一齐，哇！呢件事真系好浪漫。我个人系好中意嗰啲电影嘅嗰种浪漫，手工咯，都系手工。哦，它有仪式感，啲特别嘅节日、重要嘅日子，去亲手自己整啲礼物啊，生日啊，或者是情人节啊，他都会很主动，知道要怎么做。我要放狗啊，系啊，即系帮佢睇住狗狗咯。狗仔需要个照顾多好多。佢好有爱心，系啊，佢非常之好。因为我自己有养小动物，近排真系好忙，咁佢就好有爱心咁会上嚟照顾我啲小动物。